Hello， 大家好，我是水灵。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上次所讲到的，如何用我们微软 ASP.NET MVC 的一个第三片的一个架构呢，去做我们 CRUD 的 U 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的 Update。这是要讲我们今天主题更新资料的部分。上次所讲到的呢，是我们 CRUD 的 C 跟 R 的部分。上次讲到读取的部分，那我们就一样来看一下我们上次做的一个效果吧。我们在这边呢，使用我们的 model 去 new 一个实体，然后透过我们实体资料库模型的实体呢 ，DB 去用 link 语法 ，link queue 的一个语法呢，然后取得第一个回传资料，再 return 我们到 view 上面，然后我们再透过前端的一个页面呢，上面有个 model 这边呢，我们就可以透过 raise 的语法呢，然后再把这个资料呢，把它印出来。print 出来之后呢，我们下面它又帮我们做了两个连接，一个就是去 update 编辑页面的一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回到首页。好，那我们一样右键 Google Pro 来看我们上一次所做到的一个效果。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它成功的就上次做出了一个效果，把我们的 Animal Crossbody 呢资料印出来。那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资料库来看一下，它是不是有存在这个1234资料嘛？那我们就右键刷新选取，我们就的确看到有比较 ID13 资料，然后资料就是1234。OK， 那我们就可以按下我们的 Editor。这边它就会显示说，找不到资源啊，我没有 editor 这个 URL， 那我要怎么做呢？要求 URL 是错误的。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做今天快速的讲解，如何做我们 update， 就是 CRUD 资料更新的一个部分。好，首先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 controller， 一样，我们就复制一个 action result， 我们要今天要做一个页面，做一个 action 给它传。那我们这边呢，可能就叫 update。然后一样就让它 return 6过来之后呢，我要再回到我的视图的一个页面。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右键新增检视，这边点选 editor， 就是我们编辑的意思。那再选 animal crossbody 之后按加入，然后名为 update 档案已经，因为我刚刚已经去新增过一个 update 的页面了，那你可以去比较你要想要留哪一个。好的，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把它覆盖掉吧，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全新的。好，覆盖掉之后呢，我们再去我们的 update 页面，我们可以成功的看到它帮我们产生了一个 update 的一个页面。那这边就会有一样是 raise 语法，然后还有一些 label 跟 editor 的一些栏位，可以让我们做一个编辑。最后面呢，就会有一个 raise 语法回到首页部分。好，然后再提交 save， 让我们成功的去做一个资料一个移动。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做我们回传资料一个部分。我们就要回到我们选单这边呢，我们读取资料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做了什么。它在这边有一个 action link 一个 function， 我们去看。第一个是 linker test， 就是你要制定你的连接名称，那个按钮叫什么，你可以随便命名。第二个是我们的 action name，action name 呢就是 action result 的名字。那我这边的名字呢，如果叫 update， 这边就要叫 update， 否则你是没有办法取到的。对，比方说呢，我今天一样再让它跑一次。我们刚 editor 的时候，它是没有 update 这个页面，它是去 editor， 可是我也没有 editor 这个页面啊，所以呢，我在这边要把它改成 update。并且呢，它有传一个参数叫做 ID， 那我就要宣告一个参数叫做 ID。 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试着去下中断点，看一下它有没有成功的跑进来我们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就一样到我们的 new read single， 然后我们按编辑好之后呢，我们就能看到它成功的跑进我们这个function了。跑进这个function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了。成功代表它进来传入这个 ID。那我们之后要做的是说，我们今天编辑资料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刚刚这边我们有一个 read single，
我们要在编辑的时候把我们这个资料传过去嘛，代表说我们编辑的这个资料是我们的1234的一个资料，我才知道说我要把原本资料呢改成什么样子，所以这边不应该是空白的，这边应该显示1234。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做下一个举动，我们成功的把资料 ID 传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取得我们这个资料 ID 是哪一笔。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自己写一样，我们就在一边 using。Entity db.new， 我们一样去 new 它的一个实体，好，括弧，好 ，new 实体之后呢，我们一样就从里面去取一个资料，一样打 var result， 然后我们使用 linq 语法 ，int db 点 animal corresponding。where s 点 id 点，回传的 id 呢，如果是等于我们这个 id 的话，它传进来这个 id 的话，那我们就要做什么样的举动？对，那首先呢，这边一样，我们就等于等于嘛，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 select s， 这 s 就是上次所讲过的一个匿名的一个写法。我们把 animal corresponding 去取一个匿名，把它变 s， 之后点 filter or default， 一样取得第一个回传的一个资料。成功的取得这个 ID 资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回传的一个动作，把这个资料呢回传到我们 view 上面，然后让它去接，让它去接。好。然后把这个移上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绿的页面，一样再执行一次。我们刚确认它成功有进来了嘛？那我们现在加入一个读取资料回传到 view 的页面上面的一个举动。好，移过来，我们点 edit， 我们成功的就看到它把我们这一笔 ID 13的一个资料呢，1234印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做 save 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可能要让它这样可以更改，然后 save 成功的储存资料。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再做一个 function。这个 function 呢，就是当它把这一个类别实体模型的一个模组呢，把它传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再把这个模组的资料呢去做一个更改。所以呢，这边我们传入的资料一样 update 就要多做一个 function。animal corresponding， 然后去取一个名称，比方就叫 prospect。好，然后呢，我们就这边直接一样画葫芦，我们取得就是这个 prospect 里面 ID 的这一笔资料，去搜寻相等于 ID 的资料，然后第一个回传的一个序列资料。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在下面做一个变更资料的一个举动，我们呢就要去。把这个 result 呢，它念点，它的 animal name 等于我们回传的，我们使用者在页面上回传的一个资料，那我们就去某一个一个去把它变动，然后呢 ，origin lift time 还有我们的 corresponding food， 还有我们的 enemy。是一个栏位名称，我们就宣告一个新的类别嘛，然后把这个类别呢，就是去做一个回传的一个举动。在这边呢，我回传过来资料，我就新的一个类型，然后这个我们新的这个 entity 呢，就把这个资料去做一个异动的一个动作。异动完之后呢，我们再透过它里面的 entity 的一个 function save changes。然后我们移动完，它侦测到有异动的时候，它就会把所有的变更呢储存到我们资料库，这样我们就成功的做到我们储存变更的一个举动。那我们最后呢，就再做一个不等于我们之前最常做一个动作，redirect to action， 就是我们要把路由再导向到哪一个页面，我们一样就把它导回我们的 index，
回到首页代表我们成功了，那我们也不用下终端点，我们就直接右键再去看一下我们的结果。好，那我们一样点编辑，他就会说，欸，模棱两可，我分不出你这两个 update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哪一个是哪一个啊，对吧？那我要怎么过来？我要怎么过来？这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在我们的function上面加一个，它到底是要透过 post 还是透过 get 去做一个取得一个方法。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因为它是 post 一个方式，它 return 又回来了，那我们这边把它加一个 HTTP post。然后我们就右键再执行。编辑成功进到这个页面了，我们去做一个资料的更改。然后说1234345 6，好，然后这边就随便打，之后按 save。好，我们成功回到首页，那就代表说我们已经跑这一行，我们修改成功了。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就回到我们的 DB 的一个资料库的部分，右键去刷新我们 DB。我们就很成功看到他把我们 ID 13的这一笔资料成功的透过 postback 的一个回传，然后我们去更改12343456，把你念的1234这四个单位资料呢都把它改成我们想要的资料了。那这样就很简单做到我们今天所要讲的 CRUD U Update， 也就是我们编辑的更新资料的一个部分。下一部影片呢会跟大家讲解如何做我们 CRUD D Delete 一个部分， Delete 算是最简单很快速可以讲完的一个部分。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为止，希望有帮助到大家。有问题网友呢可以在 YouTube 底下留言，我会再找时间回复。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咯，拜拜。